第一组，开火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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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撤！A 组掩护 ，B 组占领右侧营地地形，快！快！咱那边打怎么样？是你欺骗我的。你放下剑。是。Any contact? Yes, sir.怎么会是这样？怎么会是这样？怎么会是这样？他们肯定弄了你的内线，我的整个特技队都没有，都是因为你的卧底。Move out! We're heading to the battlefield. There might still be some survivors. Can't leave them behind. 我也上。你开玩笑。我也是打过仗的一名老兵。那你会用这个吗？啊啊！Move out, gentlemen.蝎子带走了所有人，包括那个叉菜。我花钱要的是叉菜的脑袋，他却抓了活口。送到哪儿去了？不知道，他的临时驻地也没有人。他是不是不想要钱了？他怎么这样呢？你为什么不开枪杀了小菜？他们拿枪指着我，我根本就没机会开枪。蝎子这个混蛋跟我来这套，别忘了这是我的地头。去联系我们的人，摸清楚他们在哪儿。钱我都付了一半，这个合同一定要履行。我知道了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情况紧急，我迫不得已才用手机跟你通话。蝎子知道了我是卧底，他让我发出假情报，让突击队员上当。你暴露了吗？暴露给蝎子并不可怕，他不会告诉尚明的。我了解他，因为尚明没有给他付这笔钱。突击队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？伤亡很大 ，C 国队员幸存两人，我们队员全都活着。但是都有伤，叉菜呢？或者也负伤了，蝎子带走了他。蝎子为什么带走他们？据我分析，他是想拉他们下水啊！混蛋，我们的人怎么能够下水呢？这对蝎子来说并不算什么。如果他们要是不下水，他就杀掉俘虏，稳赚的不赔本的买卖。尽快找到他们，组织突击的营救。共和国的战士，虽然我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，但是这一次我一定要救出他和他们的战友们。如果我有什么不测，我
望你能告诉他，他的爸爸是一名好人。金将军，金将军，我知道了，但是你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。挂了。金将军。减少党的纪律，减少党的纪律，保守党的秘密，保守党的秘密，对党忠诚，积极工作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，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。永不叛党，我希望小组对党绝对忠诚。一定要活着，只有活着才有生存的机会，明白吗？活着，活着，活着。
何成光，出来！不，别去，成光，快点！